白净。收了他，收了他。不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因为我当时真的只是因为不会化妆，然后我当时化妆的时候又在一个很昏暗的环境下，然后其实最白好色的粉底已经不能满足我了，所以我当时不散粉的时候不厚了，然后就像哇那个像脸发白，当时那个面粉里出来了、你化妆那个地方非常的暗，等你化完妆那个地方整个亮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差不多吧，太照亮了。不是你为什么这么？而且他是个00后啊，他们00后什么概念？00后在我们当时，我们还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他还是小屁孩呢。他现在也是啊。啊，也是小屁孩啊，啊，好像说矮说爱笑的一个小屁孩，你干嘛把自己捯饬成那样？因为要求淡妆。那是淡妆，是淡妆吗？淡妆出场，要是浓妆出场，你不是把面粉都弄到脸上去？不是，他这个情况其实倒是非常容易理解的，因为我也干过这种傻事儿。当然我不是化妆，我记得我18岁那年，我也18过。哦，老师也年轻过。想当年我还是苗条的身材啊。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我18那年我去考艺校，真的，我是正牌的艺校出身的。考艺校，然后就是报到那一天嘛，我爸送我去学校，离家比较远，在山东。然后呢，就是老师到汽车站，那是记得很清楚，汽车站去接我们。然后到了汽车站之后，他就找不到我的人，我也找不到他。那时候还没有手机，我们那时候BB 机，那时候我们已经不用了，小孩用不了。18岁那年，真的。然后我就打电话，用那个车站门口有一个报刊亭，有公用电话。他那时候小灵通，你们记得小灵通吗？可能你们都没有赶上过。小灵通，喂喂喂，就没信号那个，对啊。然后我就拿这个座机给他打电话，喂，老师你在哪里？老师说我在车站门口。我说我也在车站门口啊，你在哪里呀？我说我就在这个车站旁边一个报刊亭这里。他说我也在这里啊。他说怎么看不见你啊？哪个是你？我说我在打电话。他说不，我也在打。你穿什么呀？我说我穿一西服。然后他就然后扭过来，我们俩就这样枪枪啊，是你啊。电话就挂了。当时我穿的什么呢？18岁的年龄，我也是很粉嫩很粉嫩的。我穿了一套就是当年就是那个年代我爸穿的西服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老气。然后老师就用非常怪异的眼神看着我，孩子你多大了？我说老师我18。你搞得跟48一样干嘛呀？就是觉得这个艺术的殿堂非常的神圣。当我走进艺校开始上学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里边啊全都是哈，不说了，真的没办法提，啊，对，真的是妖魔鬼怪，都像他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不要跟说相声的斗嘴。说了一些这个，那么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互动一下，现场的有没有？提问的，好，算了，没有啊，那你们结束了啊。好，那么第一趴我们是第一趴的，我们这四位美少女，你们可以休息啦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好，退下吧。待会儿见。哟哈，来下一波，巨人向我们走来。对。何为巨人？就是锯掉腿的人。又要黑我。我腿明明那么长，脖子以下都是腿。啊，你的腿太长了。所以说他叉腰是这样叉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自己不会乐吗？不会。这不是挠卡着窝吗？这样啊，哎呦，这不是猴吗？这是。那是猩猩，那是猩猩。那个这样啊，觉得刚才跟大家都见过面，介绍了。那么首先要说一说我们这位，娇小玲珑、迷人可爱。继续说。实在找不到什么好处形容你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蒋富宇。咱以后讲国语行吗？那你要问我妈呀。跟你妈挨得着吗？蒋富宇同学，那么咱们这一趴刚才说的，前面是说的你们终审那一天的画面，那么今天咱们这一趴主要说的就是你们训练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。
可能你们看到演员在舞台上都是光鲜亮丽、可爱的、迷人的一个一面，但是在台下他们吃了多少苦、受了多少罪，可能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我们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对吧？对的。其实就是我们有挺多队员都是周六周日来上海的嘛，像我就是东极岛那边的，你知道吗？东极岛离钓鱼岛远吗？近啊。很近吗？很近，就是中国的最东边，就是我住的地方。最东边。是不是你没事的时候你弄一个小那个皮筏子你能滑到日本去？可行吗？应该行吧。回去可以试一下哈。嗯，好。然后我们下期的公演就是到处找蒋富裕。我还在滑呢。家到底是哪里的？就是东极岛。东极岛是属于什么地区？这要说呀，舟山那边。哦，舟山的。吃海鲜的地方。对，舟山太好了，舟山产海鲜，产一些带鱼啊、皮皮虾呀、什么的。你是饿了吧？晚上都没吃饭，确实啊，我跟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沟通下来，特别蒋富裕非常的不容易。你想呀，你这样一米吧这种身高，哎呀，又每个礼拜五拖着一米八啊，一米八，哎呀，拖着一个大箱子，那箱子往这一放，他得这样看箱子。你是那箱子？完了之后，拖着大箱子从周五晚上开始往上海奔。先坐小皮筏子，然后小船、小舟、游艇，一路跋山涉水，千里迢迢，不远万里。其实也没有，他太矫情了。没有，赶到上海，从周五晚上赶到上海，已经到周六晚上了。周六晚上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准备回舟山。其实也还好，也就来回十个小时吧。就是十个小时还好，十个小时你坐飞机都可以到欧洲了。对，我感觉这一年的路程我都可以绕地球几圈了吧。是吗？嗯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力？因为我想就是每周见到大家就很开心。我听着这句话怎么那么假呢？你表演太浮夸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但是确实是啊，你每次都是自己来吗？哎、对啊，不然你带我来。不是你爸你不是，我成年了，我可以自己坐车。你成年了？我成年了。我还怕你这半路的拐卖儿童的把你拐走呢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可能是我把别人拐了才对。你笑不要学我笑嘛，讨厌死鬼。你笑得好诡异呀、啊。那么还有一些故事，就是比方说那个点点同学，点点同学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过几次排练啊，要串一下这个点，老是见不到这个点点。对，这组就我来了，因为我是幕后的力量。那么我站这边，我站这边，弄弄满了，往那边去，谢谢啊。你会这样跟我说话？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空间，这感觉好多了啊。谢谢。觉得在我旁边。太有压力是吗？我一米八。对对对，我在你旁边压力太大了，显得我多胖啊！你说。听说你是个专业的狙击手。对。射击运动员。嗯。那么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吗？你最远能够打多远？我最远。反正如果在这个剧院，我最远的话能把这个直播断了。后排的观众小心一点。你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摄像师给打死是吧？我不打活物。我有我的原则的，不打活物。那我提个要求，还有这么贱的人呢？不是，你能不能提个要求？能不能就是从这里，比方你从我们上海一枪打过去，打到舟山，能把安倍给狙了吗？哎呀，好敏感哦，这个话题。哦，对，我说的安倍是我们村里边。哦，知道。哎呦，姓安的做被子的叫安倍。哦，嗯，这被子应该挺暖和。就是你这个好像是说狙击手呢有特别的素质，比方我们可能你们看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啊，就是叫狙击手，王宝强演的，他能趴在那里不吃不喝不动，就是不睡觉不撒尿，太苦了，然后2个小时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两天，不是两天。你太苦了。我倒没有趴过两天，但是我们
就是这两天我们不是冬训嘛，然后就是很冷的天，嗯，我们是在室外训练。室外穿短袖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训练起来你的腿是感觉不到知觉的，因为你的那个就是那个血，嗯，会一下子流到你原来麻的那个地方。是吗？你这样啊，今天这么多的粉丝，你给大家演示一下你这个训练狙击手的这个就射击的这个动作，好吧？啊，那我就摆一个跪射。啊，好，摆。哇哦！哇，好专业！哇哇哇哇哇！来开一枪，开一枪，开一枪。开完了已经。我帮你开了。啊，那我目标要调整一下。大家那边的，一枪打过去之后，然后救护车来了。不是你就刚才就这么简单？我看电视上他们训练这个打枪的时候，枪头上挂一些砖，就这样端着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是基础训练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就是到一个高的境界，就是说的夸张一点啊，但是这确实实话，就是最高境界要两次心跳之间激发，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动作内感，就是你要数你的什么那个，蹦，就是什么五脏六腑啊，五脏六腑是吗？不对吧？不是，就是你的任通二脉，你要非常的熟悉。任督二脉。对。天空八部。不行，我在讲，我感觉我要是超能力者了。超能力者，就你这么小身板，你的力量有多大呢？力量有多大？很厉害的，我们体能训练他都不在话下的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狙击手对这个体能要求很高。嗯，就是每天晚上都跑步，枪法千米那种。哦，千米跑步，每天晚上跑7000米，那就是体能不错了。这样，咱现场做一下个测试，测试你的力量和体能，好不好？好，把我拎起来。我不拎猪。我走了，好吧，我走了，好吧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心疼你哦。哎呀，你看我这汗，你们就这么。不爱护小动物吗？那你能把谁拎起来？我。你要疯啊你！你比我还重呢，好吧？300多斤的你。不是，那我不拎猪，我可以拎一头小猪。小猪是谁？巨人吧。巨人，来。我怎么又变猪了呢？试试啊！我看一下。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把我拎起来。什么叫女汉子？你可以拎这。啊？哇，我有点方。哇哇哇哇哇！我也可以。把我运给谁？啊，等一下，啊，这是。哇哇哇！啊！我的天哪！这我其实我本来想说哪里掌声最响，把7000扔过去。不，你应该抱着做几个那个深蹲。没有，人家才是，就是。这个英文，这个才15岁啊！对啊，你们确定你们都是美少女吗？我感觉都是大力士啊，我都未必能行啊。你也行呢。确实，就是他太轻了啊，你这个力量确实蛮大的。那，其实该他了，我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教你，你每次跟他交流前呢，要这样，我给你跪下。嗯。你要把自己想成小。启禀万岁，晚膳已经备好，今儿的晚膳就是土豆炒辣椒。这么朴素，是你准备的吗？是奴才准备的。那你可以去净食房领板子了。慰安吧。这。哎，我上哪儿去啊？我怎么办啊？真的是女王范高冷范，我真的跟他排练，我特别。